谢谢由双马尾室内乐团所为我们带来的演出。那今天高手观摩的所有演出呢，已经在刚刚全部结束了。相信每个人自己心里面一定都会有最喜欢的一个表演。不过呢，我们还是要请我们特别邀请的评审来为我们做一些专业的讲评。是的，那在邀请评审来上来为我们做讲评之前，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两位辛苦的评审。首先，第一位方新元，他是我们现任的巡风指挥。在中华国乐团担任二胡的演奏，也参与过多个国乐的校友团，所以演出经验应该也算是非常丰富。那另外评审呢是我们的郑浩中，他除了曾经参与非常多个专业乐团的演出，同时也是巡风的前任指挥，再来当我们的评审可以说是当之无愧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先来邀请方新元来为我们做一些小小的分享。
我也不知道说什么，但就是很谢谢就是所有工作人员，包括芝加哥的剧组，就是他们就是对我一上台，然后就是很负责把它做到最好，觉得很棒。然后还有冠毅，就是也是临时就是被我就是拜托来就是当剪这样，然后还有很多工作人员啊，我觉得如果没有他们，这场音乐会应该办不成吧。虽然还是有很多小缺点啊，大缺点。对，所以请大家多多包涵，谢谢。Thank you.